其实我跟您说这么多，我并不是说您不要再埋怨他，不要再骂他了。我是特别希望您能理解他的。我想回家了，佳恩，能不能让那小子送我回去？ 叔叔回家吧。那我们这儿怎么办？这边有我跟宋局盯着呢，杜某那边也很重要，贺子轩一个人忙不过来。快走吧。爸，我送你回家。 干嘛？马俊海，你吃枪药了是吧？我忙着呢。你忙？我还不知道你呀。你是不是跟那个副大勇在一起啊？你就知道在别人面前跟我耍威风，有本事你回家跟我耍呀！你有事儿，有事儿，我真的忙。我真是没事吃饱了撑的给你打这个电话，我真是。你那货送到了没有啊？没出什么岔子吧？ 注意安全！好，你就别想了，这茬就算是过去了。你跟你爸毕竟是老子跟儿子的关系，有什么不好说的？你赶紧把心收一收。 现在最关键的任务是，赶紧想想怎么救傅梦瑶，
这抓捕的风声只要走漏出去一点，我估计他的命就保不住了。子轩，连接教授，我们和宋局开个会。郑耀联系你们，傅大勇这边我们已经核实了，他女儿傅梦瑶确实被绑架了，这件事情非常棘手。傅梦瑶脱离危险之前，我们不能走漏任何风声。我认为，先把这批货发出去。 然后再让海关以别的理由拖延他们的出海时间，至少不能让对手觉得自己已经被盯上。可是这样，不确定因素实在太多了，很难保证交货的时候不会出现纰漏。而且就像宋局之前说的，我们的对方一无所知，我们不知道对方什么时候会来收货，不知道对方的人数还有人员构成，也不知道他们在接头的时候会不会有暗号。 更不知道他们安插了什么暗哨之类的。我把这一次被捕的所有人员的相关背景资料都查了一遍，发现有两个人很可能成为我们的突破口。我到时候把详细资料全部发给你们。好。宋局，我建议，为了保证人质的安全，只要对案件有帮助，并且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，我们可以和他们达成一定的协议，给他们提供减刑、提供证人保护之类的。当然。 具体要怎么谈，还得看你们。那傅梦瑶怎么办？我们现在根本不知道她被绑在哪儿。这件事情我会和秦青汇报一下，如果有必要的话，我和子轩负责这个事。可以。现在的重中之重是要确保人质的安全，我们这边会尽量争取营救人质的时间。明白。 这也不是去鼎华的方向啊！是啊，庞一山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好像是去市医院的路。
马上，庞医生这是要干嘛呀？现在所有能打的牌都已经放到了庞医生的面前，我怀疑他今天的行动可能和苗飞之前的对话有关系。你那边可以监听吗？没有批文肯定没法直接监听手机，我待会用收音器试试吧，但估计效果不会太好。请进。老庞，林总，快坐。老庞，你今天怎么过来了？林总，我今天是向您来告别的。这是我雇人查到的联合制造的背景资料，这个联合制造背景藏得非常深，但是我花了点钱还是查到了，他的后台正是这个赫尔墨斯集团。我不知道您对这个集团还有没有什么印象？我知道这个企业。那您知道他跟鼎华的关系吗？我不记得赫尔墨斯跟鼎华有过合作呀。这个事情是您来公司之前的事情，大概有十年了吧。当时这是苗焕阳经手的生意，我知道一些内情。当时鼎华为了迅速的大量吸纳资金，利用当时的政策情况，可能做过大量的 DS 矿石的买卖，当然了，都是合法的。但是我当时留心到，在背地里收购 DS 矿石的，正是这个赫尔墨斯集团。也就是说，当年鼎华出售的矿石很有可能已经都流向了海外。我当时之所以留心这件事情，其实是有我的私心的。我是想将来留一手来对付老苗。这么多年了，这么多年你跟苗总就从来没跟我说过这些。谁没事会提这个呢？老庞，你们以前的事情呢，我也不过问了。可是从现在开始，跟联合制造的所有合作必须马上停止。停下来就是死路一条。你有没有想过，这些年赫尔墨斯一直染指 DS 矿，他对鼎华的收购绝对没有那么单纯的。我当然知道，而且我也派人查了股市的情况。我觉得你也清楚，现在有人在暗地里分散收购鼎华的股份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就是联合制造干的，想借机控股鼎华。这件事情绝对没有那么简单。鼎华一直是政府高度关注的企业，如果我们都能查出来这些，政府不可能不知道的，关键时刻肯定会出手干预。这次交易绝不可能达成。所以说，要想让鼎华不崩盘，只有一条路，让国企介入。林总，我跟您说句实话吧，之前甭管是我还是苗焕阳，坚决反对国企注资，从表面上说，想给鼎华最大程度的自主权。其实私底下真正的原因，我不说，我想您心里也明白。国企一旦介入，我跟苗焕阳之前那些烂账肯定会被抖了出来。老庞，你在这里面到底有多少事儿？我这么跟您说吧，当年这些事儿，如果苗焕阳有一份，我至少有半份，铁定是跑不了的。我前两天问过苗飞，他虽然没有正面回答我，但是以我的估计，苗焕阳现在可能已经进去了。所以我今天来向您告别，然后就准备去自首了。老庞，你能做出这样的选择，说明鼎华在你心里是有分量
事到如今，我也没别的选择了。我们每个人都得为自己做过的事情付出代价。我庞一山走到今天这一步，我认。我只是觉得，我特让您失望，是吧？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犯错误，认清错误，接受自己的错误，并为之负责，其实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老庞，你没有让我失望。哎，这么多年了，其实我在苗焕阳眼里就是个蛤蟆狗，公司其他副总没一个瞧得起我的，就包括我手底下的人都觉得我庞一山就会说大话说空话，屁本事没有。在公司危难之际，其实您心里跟明镜似的，您知道我或多或少都会有问题，但是您还是选择了相信我，把公司交给我。知遇之恩。记心里了，老庞，你别说。其实我庞一山不是没想过做大事，但是现在确实是来不及了。我能做的现在就是解决鼎华目前的危机，也算是把我这点余热献给鼎华吧。新的投资我已经让人去接洽了，我知道您身体还没有康复，但是可能还得有劳您去主持下面的工作。剩下的事情就交给我吧，你放心。林总，那我就告辞了。马上，刚刚庞医生说的你都听见了？我全部听到了。那怎么办呀？庞医生这什么意思呀？你先给我盯住他，确保他真的去自首周翔。行。还真是没想到是这种情况。你别说，庞医生这个人还有点觉悟。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这有什么奇怪的？庞医生就是被咱们逼得没办法了。与其到时候被抓现行，还不如自首，还能够减轻点罪行呢。不是，联合制造去收购鼎华这件事情，根本不需要我们出面解决，鼎华自己就会弄清楚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。但是你不觉得这局部的很糟糕吗？对方花了这么大的时间，为什么要布这样一个昏局？好像有点道理啊。而且这显然是不可能成功的。刚才林总说的非常有道理，政府到了那一步肯定会出面，这件事情联合制造不会不知道，乔西川也不会不知道。听你这么说，确实有些奇怪。我们再说一下走私的事儿。傅大勇提交上去的开采权限，想被识破那是很简单的事，只是需要一点时间罢了。但是你不觉得这两步棋走得特别难看吗？之前和咱们斗的对手根本就不是这个水平。会不会是他们确实被咱们逼得没办法了？不可能。如果他们真的被咱们逼得没办法，他们应该撤出来，而不是把他们往咱们手里上送。你怎么想的？
宋局，傍晚七点钟的时候，对方走私团伙已经把货接走了，一切都很顺利。海关那边我们也打了招呼了，他们可以尽量找一些借口，那批货最多可以帮我们扣留15天。但傅梦瑶那边，我们还是要抓紧时间，避免夜长梦多，人质受到更多的伤害。我们发现傅梦瑶根本就没有出境，天眼系统显示，傅大勇送他入关之后2个小时，他又重新出现在了双金机场，与他同行的人一起上了一台黑色的轿车，这辆黑色轿车带他们离开双金前往滨海市，但是抵达滨海之后，由于监控盲区的原因，下落不明。马上，你跟秦厅沟通的结果是什么？秦厅已经允许，让我协助滨海市局侦破这个案件。但是我个人还是有些疑问的。这事儿你要是不想去，我跟安科长去也可以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觉得情况不太对劲，总觉得事情进展得太过于顺利，好像对手突然变蠢。我也有这种感觉，而且鼎华内部的人一直没有找到，总觉得这个隐患没有解除。之前我们怀疑庞一山，现在庞一山用实际行动极大地减轻了自己身上的嫌疑。鼎华内部的人是谁，我们又猜错了，所以鼎华内部的威胁依然没有出去。这件事不能着急，抽丝剥茧，我们也得慢慢来啊。而且咱们还有一个目标，就是乔西川。我们现在已经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他就是在做非法收购，我们有权限制他出境，他必须配合我们调查。没错，乔西川和庞一山其实是同一个道理，他们已经是一颗死棋，但是事情进展得太过于顺利，我真的不知道是不是对手突然变蠢了，还是他们太过于聪明，在故步迷阵。我觉得你也别想太多了，无论如何呢，乔西川都是我们一个重大的突破口。我们今天有一个重大的发现，在对方交给傅大勇的手机上发现了一串指纹，这串指纹我们已经送去做交叉对比了，相信很快会有结果。宋局，傅大勇那边透了多少信息出来？这件事情比较棘手，因为傅大勇担心女儿的安全，所以跟我们并不配合。包括伪造的文件是谁提供的，是谁跟他联系逼他发货的，他都拒绝交代。那可不可以查出来是谁安排他女儿出国的事儿？这个问了他也不肯说，所以现在的重中之重还是要先解救傅梦瑶。宋局，我申请和安静一起执行这个任务，现在目标已经明朗，当务之急是要打开傅大勇这个缺口。安静，你准备一下。好，我明白。回来了，我妈睡了，睡了，我睡不着。你没把我的事告诉我妈吧？
我要跟你妈说了，你觉得你进这家门能这么消停吗？也是。我现在呀，有一种特别深的挫败感。我觉得我这个爹当的真是太失职了。你说你妈心大也就算了，那怎么连我也没看出来？爸，要是能让您看出来，我还怎么吃这碗饭呢？你老实说，你小子当时是不是认为你老子真有问题啊？爸，从情感上来讲，我不可能怀疑你有问题。但是，在我的专业立场上，我必须考虑所有的可能性。以前呢，我总是觉得你啊，跟这10年前、20年前没什么区别，你还是那臭小子，到处跟我惹麻烦。可现在呢，我连跟你说话都有点紧张，不知道哪一句该说，哪一句不该说。爸，您真不用这样。我再怎么说，我还是您儿子。您既然知道我的身份了，那肯定是瞒不过我妈的。但是爸，现在还不是时候，我得求您帮我再买一段时间。等到了合适的时机，我自己去告诉我妈。这你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谢谢爸。你的任务是什么？我知道我不能问，我也不想问。我就想跟你说一句话，执行任务一定注意安全，行吗？这个我该向你保证。那就好。哎，你这是要出去住啊？啊，对，我去出差2天。不对，老夫的女儿被绑架了，你是不是要去救她？你想多了，你小子到现在还想骗我？我跟你说，我都想明白了。你干这一行，连身份都要瞒着你爹。执行的任务肯定不是一般的任务，也肯定不会没有危险。可你既然选定了做这一行，我就得支持你。但你要想让我不担心你，这怎么可能？所以啊，你要是真的孝顺，就赶紧把事情办完，早点来给我报平安，好不好？我一定尽快回来。没通知他们我7点钟到吗？通知了。六林总，你已经康复了。先坐吧。
乔总，据我了解，在我们之前的谈判中，你一直没有提到过联合制造的后台就是赫尔墨斯集团。怎么了？这有什么关系吗？这个关系很大。如果你之前就提到是赫尔墨斯集团要收购鼎华的话，我觉得我们就没有谈判的必要。林总，你不想继续跟我谈了，你打个电话给我就行了。你为什么要让我亲自来这儿呢？既浪费我的时间，又浪费您自己的时间。毕竟现在要抓住救命稻草的是你们鼎华，而不是我们联合制造。既然这样，告辞。乔先生留步。晚安。这事跟你们国安有关系吗？我们现在呢，已经掌握了相关的证据，能证明联合制造恶意收购鼎华的股份，达到控股的目的。纯属无稽之谈。我相信你们手里掌握的所谓的证据，一定经不起推敲。我就是个生意人，而且我也不是中国公民，别拿你那套吓唬我。您的身份我们已经调查过，所以我今天是非常客气的在跟您说这件事情，希望您能够好好的配合我们接下来的调查，暂时不要出境，否则的话，我们可能会采取强制措施。我现在就要跟你去问话吗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要先咨询一下我的律师。请稍等，我这次来呢，只是来告知您有这么一个情况，之后需要您调查的时候，我们会再通知您，希望您好好配合我们接下来的工作。现在您可以走了。谢谢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来，包给我，包给你。包。哎呀，你说说，你这个差怎么出的那么突然呢？也不提前打个招呼。你说鼎华现在都这样了，你出差去哪儿啊？这是。哎，妈妈妈，这些不用带了。哎呀，不行。我就是简单的出个差，过两天就回来了。这玩意儿都是你爱吃的。来。哎，这感冒药真的不用带？哎，不行，这个你必须带着。你说你平时万一我头疼脑热、胃不舒服的，吃了都管用啊！别总不拿自己身体当回事儿。知道了，我会注意身体的。给你。到了那儿，记得给妈打个电话啊。好嘞。来。爸，我走了。妈，你干嘛呢？儿子要出门了。我送送你。儿子，记得给妈打电话，别忘了啊。这一夜我算是想明白了，
你早就不是个孩子了，长大了，早就不需要你妈，不需要我来保护你了。可是没办法，我们这些做父母的不可能不担心你，你长再大，在我们心里也是个孩子。你在外边办你的事儿，不要惦记我跟你妈，不要分心。你做的事情是万万不能分心的。爸，您放心吧，我一定尽早把事情办完，回来给你们报平安。没事，我当年在战场上，大腿上被子弹打出一窟窿，都跟没事儿一样。男子汉大丈夫嘛，啊！爸，就送到这儿吧，一会儿有同事来接我。救出来，啊！保证完成任务。行了，走吧。走吧。那边怎么样？乔西川现在一举一动都处于我们的监控范围内了，从酒店打出去任何一通电话信号，我们都可以进行拦截。嗯，周边所有可能出入的点，我都布置了人，他不可能擅自离开。但房间内按你的吩咐，没动什么手脚。好，时间差不多了，那这边就交给你了，杜莽，心细点。放心吧，有任何问题随时沟通。那怎么行？这不打扰你们二人世界吗？组长，监听不了这通电话，这是卫星信号。继续。只剩
茫茫人海中平凡的种子，一缕阳光就绽放出最美的样子，燃烧青春，直到所有黑暗都消失。也许没有人记得你的样子，像千千万万个和你一样的赤子，只为守护暴风眼中的那份平静，哪怕付出生命也永远不忘初心。你说这辈子最荣耀的就是可以默默守候这片土地的哪怕一生无名。